手游酷玩。嘿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青猴。今天咱们来继续超级高尔夫第二部。那么这个游戏的话可以看到啊，整体画风非常简洁，对于第一部游戏的画面也是有进步的。那操作非常简单，左边控制咱们的高尔夫球的这个打击角度，右边控制力度。那么每一回合会完成游戏的内容，那咱们只要低于这个正常的杆数就可以获得这个负分，越是负分咱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，在最后结算的时候，如果的话等于零分的话，那么就是一个平整分，没有高也没有低。如果这个杆打的比较多，超出了正常的这个标准的杆的话，那么就会扣分。好的，咱们负四杆啊，非常不错，在它的标准的这个完成前提已经完成了。所以说不要把球打到这个水里边，尽量的打高，掉进沙坑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不像正常的这个其他类的这个高尔夫啊，掉什么沙坑啊，或者掉这个什么什么的，会有一些说法。咱们只需要避开像水面的什么的，然后打到这里边。而且这类的高尔夫球我觉得要比常规的这个写实类的高尔夫好玩啊。你看咱们这个打击的这个感觉非常不错啊，它是有高低的地势之分的。不好，这一球我估计得进水里。我去，进水的话它会算作多一次的这个打杆啊。就差一点了咱们就能进到这里边了。那这次的话估计得是正杆数了，正杆数的话就会多出这个步数，到时候会扣负分的啊。咱们是竟然是负四啊。好的，这一关左边有这个金钱，咱们可以选择吃。那么如果你想打的最少的杆数的话，那么也可以选择不吃，不吃的话也没问题，咱们正常玩我们的游戏啊。哎呀，真是差一点又弹了起来呀，非常不给力。漂亮，那么也是情理之中嘛，最后剩一下咱们很快的就给他打进去了。这边也是咱们重新把它弄过来。竟然没有下去呀，我去，这个真是啊超级坑。如果能稍微正确一点就给力了。那么这边的话咱们还需要更为精确的来打击。那么上面五六都属于是正的，因为是红色，红色虽然是正分，但其实是最后会给你扣分的，因为超出了这个标准杆。这次咱们分三杆呐，三杆看看这个位度啊，从低往高打这个就不给力了，所以说不要把这个球打到这个空位里边。好，准备再来第二杆。第二杆咱们还按照刚才的角度，刚才的力度就可以打到上面台阶，然后最后这个位置咱们需要把角度往前弄点啊，不要打太高，力道打满直接飞过。漂亮，直接从这个口过去了，这个比较坑啊。再来一杆，漂亮，成功过关。那这个的话可以看一下，打到上面进去没进来，再给一杆，打飞了。我去，还好掉到沙子里边它是不会弹起来的，会稳定的着陆。那么这一杆估计是多打了，还得了一张这个钱，非常不错。好的，就差最后一杆了。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，请订阅手游酷玩，我们下期见。